老板你一定很无情啊。我如情铁手啊，真的。最重要的是这个表皮这个酥香，然后上面会撒了一些芝麻，所以你能吃到那种芝麻的香味，会有点那种锅巴的口感，那种脆香的感觉。哇，这里面真的肉太多了，真的就面。我知道这煎到这么脆脆脆的感觉好好吃，会吃。Thank you.